梦想桃花秘籍，实测之后超有效。你实施之后，你的心仪对象会马上跟你告白，就说是假的。这样接下来之后，用红绳捆，勒他脖子啊，啊，那不行，都可以随便的，嗯，然后捆完，像彭于晏会不会开始窒息？不会，不会。在你的枕头底下睡满77/49天，七七四要睡到49天哦，他就会幻化成人形。就在今晚11点，麻辣天后传准时上朝。